口号、信心喊话，大伙齐聚一堂，宣告侯友宜竞选组织正式成型。侯友宜斗帅，侯友宜斗帅。侯友宜亲自受证，颁发新北市29区竞选总部主要干部，包括主任委员、顾问团长、后援会长以及总干事。侯正宜找来各路人马应战，还找来立委李鸿钧担任新庄区后援会长。李委员跟我都是老朋友了，很希望各个政党的好朋友都给我一点支持的力量，让我能够赢得选举。要跟亲民党合作吗？侯友宜回答得很保守，连核心人物竞选总部主委是不是点名严长寿，侯友宜依旧语带保留，但提到这个态度可就很强硬。敢不敢？伊甲我讲几句话啊？甲喷一挂水喏，甲抹黑，我就会退缩，我就会害怕，我就会彷徨，我就会惶恐。有本事冲着侯友宜来！侯友宜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。文大宿舍案遭对手接二连三猛打，如今又被曝公安有疑虑。大量的洗衣机，有十几台的洗衣机跟这些烹调设备放在地下室的违规使用的状况，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建筑物的安全？文化大学两年都有做公安申报，台北市政府的督察局都有通过，而且都有安全的核定。澄清一切没问题，文大宿舍争议连环爆，侯友宜试图靠竞选坚强后盾，开创新北战局，新一波攻势。环宇新闻林继祥、陈怡龙新北报道。